我系咪一嘢接晒佢噶？系、哦，但咁咪好乱咯，一嘢接。你嘅数码手真系超正啊，使唔使俾我啊？咦，唔得、啊。好啦，俾我啦，可以噶噃。好啦好啦，算啦。你唔俾我咧，就抢啦。咁串嘴，屌嘅，唔理咯。啲啲 Dreamon 大隻咗，咁啊好咯，大隻先好嘛。哇，好型啊！呢个三角特技，晕咗，高机率晕喎，系正我都。好，搞掂。即刻十一咧，即刻十二咧。才能唔得要，我唔会觉得有问题。接啊接啊！诶，唔得喎，呢个系主线，呢个系介乎佢支线同主支线黐线同埋主线嘅嘅任务。第一次听到啊，呢个委托咧感觉充满咗谜团。总言之呢，我哋请过去乜鬼嘢啊，情报嘅开始啦。既然係咁呢，附近出没，咁我哋就去搵下啲情报啦。目击到喺呢度㗎喇噃。本来就冇咁简单㗎啦。嘩，喺呢个咩事有脚嘅喂。有东西发现咗，人嚟噶嘛？呢、這个奇怪嘅东西，佢都做乜？佢都发羊吊，整喊小朋友、啊。你对我哋嘅小孩做咗啲咩嘢咧？俾人闹啊！做乜鬼嘢？下跪？超搞笑喎！呢只嘢好可爱，边度可爱啊？黑修女系嘛？我一阵间睇，我应该冇黑修女系嘛？啊唔系、啊，好似有黑修女嘅噃。望过嚟，冇手啊！喂，嗱唔好过嚟啊！你呢只核突嘢，救命啊！好核突啊！唔系好骑呢咯，佢伸两只脚出嚟，又唔系核突嘅，好古怪咯。哇，卖不甩，喂，卖唔甩佢喎，卖唔甩佢喎，真系。容量不够，诶，可能我真系有修女兽，我睇下先。哦，原来翻上去又会有剧情嘅，结果佢哋居然嚟到门口啊，但系佢应该唔会入嚟啊嘛。凄厉嘅叫声，仲要着住黑丝，俾人见到陷入恐怖欢笑嘅漩涡，传说中嘅加长物吻合啦！社长系见到啲咁嘅嘢，哇，真系存在噶，有啲呕啊！手同埋腳都係人類，但係感覺上好搞，要搞笑嚟扮醜嘅扮裝扮啊！呢個係，所以究竟係啲乜嘢呢？哇！咩人咩人扮呀？如果俾你哋要著啲咁嘅衫，你哋會唔會著？有人工嘅喎，但係。哇！佢亂噏喎，從皺紋變成不動明王嘅真言，佢都按下按下噏下噏下個頭嘅，點解？不愧係社長啊，真係太驚人啦，實在太勁啦！做乜嬲啊？你喺度呷醋係咪啊？咩話？我點解要啊？百忙之中真抱歉，讲呢个应该好啲，有礼貌少少。做乜嘢啊？应该讲你系边个？冇得拣嘅，跟住佢走咗。
咩叫原来魔人中意着黑丝啊？我唔系话特别中意咯，唔抗拒咯。当然你唔好搵个男人着黑丝咯 ，OK？ 走晒，一场闹剧啊！好，唔该晒 Bosco， 收到。唔系好多都，明明大家都追咗上去，但系捉唔到佢噃。对唔住啊，社长，真系奇怪啦！明明嗰边都冇路可以行嘅。社长唔好太消沉，我哋确实系睇到都市传说嘅存在，下次一定要捉到佢啊！建议每次都系咁样去鼓励佢噶噃，啊，每次都系咁样鼓励，我点可能放弃啊？有一日我一定要揭穿你的真面目。等一下阿姨，今天就这散啊，你你都去打工，我真是辛苦了。哇，今次真的没想过被社长见到我靓仔的一面啊，都是回家啦，阿建议。共时性的人，什么是共时性呢？副团长啊，因为是化名啊，所以很难明。黄金黎明团啊，据说是受到这个长眉十字团影响，在十九世纪末呢，真确是存在英国的秘密团体啊。被人称为世界上最恶的男人克劳利，据说曾经短暂咁样喺呢个团体里面嘅，教义似乎系卡巴拉思想为中心，融合咗其他理论，有住模仿卡巴拉之树位阶存在，仲有咩阶级嗰啲啊？真系哦，抱歉啊，西方历史灵异题材嘅宝库。一旦开始讲就停唔到啦，讲咗六个钟，哇，烦唔烦啲？不过如果自己兴趣嘅话，我谂六个钟唔系大问题嚟嘅。预期讲，不如诶讲俾人追过嚟啦。咁咪就系都系揾唔到啊？哦，个报酬会俾翻我嘅。好啦，翻去啦，我哋可以翻去啦。哎，社长喺后边喎，社长在身边喎，呢个叫感觉好似从来咩啊？喺某处传来一股嘅视线，点样嘅视线啊？系我错觉吗？遇到个奇怪小偷啊，那个小偷乜都冇偷走，真正嘅目的，我唔明咯。佢又话遇到个佢遇到个小偷，但系又唔偷嘢，系咪玩嘢啊？时代水族馆啊，咁样讲委托人唔通系鱼？点可能啊？委托人系水族馆馆长喎。呢个盗窃事件咧，系红袋水族馆好似出现小偷啊。小姐真系可惜啊，感觉只系个普通嘅事件嚟嘅啫。但系你竟然话偷屎，嗰种小事啊，交俾警察就好啦。就是警察那边交件事给我们的嘛。这样果然不是普通的事来播。全员到齐，又要拜托你们了。即刻介绍一下委托人。池袋水族馆馆长啊。已经有一个月噶咯，佢话咩鱼俾人偷走咗？一开始系鲷鱼，跟住就系比目鱼、海马都俾人偷走埋。咩话？嗰、那个犯人系咪想打造龙宫啊？唔系讲笑啦，同我认真啲好冇啊？好啦咁，喂，都系你笑先搞到我俾人闹、啊，又关我事？然后呢，
仲有咩俾人偷走啊？西鬼有啊，连鲨鱼都偷走咗啊！鲨鱼唔系好大嘅咩？咁都偷到？水族馆嚟讲咧，鲨鱼有小嘅品种嘅，都系得30公分啫嘛。哦，咁即系细鲨鱼啦，好似冇咩气势。其他咧有小丑鱼啦、花鱼鳗啦，同埋呢个赤水母啦、沙甸鱼啦、长脚蟹啦，以及企鹅、海獭都被人偷走咗。我话系小丑鱼，嘟嘟嘟，以及喂，使唔使重复啊？超过一个月都冇发现，好多都食得。可能偷嚟食噶喎佢，其实我几中意小丑鱼。吓、啊，大约都会偷走一个钟之后翻嚟。我哋超过一个月以嚟啊，都冇发现俾人偷嘅原因啊。吓、啊，即系偷完又放翻入嚟喎？点样发现嘅呢？小姐想问啊，系你哋嘅状况啊，发现咗俾人偷啊？嗯，系咁噶。咁啊，摄录机嘅影像咧，只要冇发生过特殊嘅事件啊，一个月冇播放就会铲啦。而铲嘅作业当中咧，工作人员发现咗呢个条友系啦，拍到有个蒙面男啊，用难以置信嘅高速啊，把水槽都运出去咁犀利。大约一个钟之后，一个小时又再翻嚟入侵，做同样嘅嘢啊，放翻落去一公分都冇差，咁奇怪嘅。直接讲，上头就好犹豫要点样处理啦。带啲鱼出去呃罗里，唔系啩？唔系金鱼喎、哦，佢冇讲有金鱼喎、哦。成件事有喜感啊！我哋睇落去就知啊。嗯，你讲得太过火啦，千岁。有吉先生呢？是有办不到，是没有办不到的事，是吧？不是，有办不到的事。尤吉先生是不擅长网络世界，网络世界交给我们了。其实呢，水族馆最近呢进行大幅的改装。即系佢话好多，佢都有防火墙嘅嗰啲 kitty cut 啦啊，应该冇事嘅咁嗰啲啦。咁但系关，咦？佢想拒绝呢个工作？一定要揾到真相啊！捉到幕后犯人啊！阿龙师都好困惑，自己做唔做到呢？咁样。接受啦，既然是重要的任务。有两点要确认一下，你偷去的东西是不是每一样都完完整整地回来？是，饲养员已经确认过，都没什么缺失。另一点呢，有多出些什么来呢？多出的东西立即联络，找到的话完全没掂。为什么龙师仲好像做警察多过那个尤吉先生的呢？我觉得龙师似警察多过尤吉先生，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很重要。
咦，我哋入侵啦喎，睇嚟好。通常啲剧啊、戏啊、动画啊，都系搞嗰啲警察好废咁，然后主角先有戏做，有道理。要小心啲，佢点解成日摸住自己条鲸？非常有事 ，Hello Jenny。咦，竟然有故事喎、啊，冇语音嘅。喂，嗰边。那边是不是女性来的那个？欢迎来到我们的水族馆，我是农率赖水面。什么料？什么农率赖水？赖水面啊喂。我们是疑似侦探的人。搞清楚状况先，到底是什么状况？你在这里做什么鬼嘢？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就特别为你介绍一下水族馆啊。他是不懂听人话的，看来是火星人。真？是哦，不是真哦，都是怪的啦。哎呀，你睇出嚟，哦系、哦，我睇错咗，系沙律个律添。我见到呢个字我就谂起沙律。呢、這个水族馆嘅建设啦、设备啦、生物啦，完整咁样复制过嚟啊！呢、這个虚拟空间完整咁样重现美妙嘅场所，只系争一步。啊、水面，原来佢嘅真名系叫水面 ，OK。建筑物的构造呢和内部的装饰、啊、可以只是靠照片就重现啦，但是水族馆里面的生物形状动作只是靠一般的照片和影片是无办法完整重现的。水族馆里面非常稀奇的鱼类呢，要饲养的话呢就要使用哪一种的箱和机械呢，这些资料里面都没有，所以我很头痕，所以他就要偷了，看来我们要打的、这样没办法成为窃盗罪、啊、即是他的意思是借，但是不问自取都视为贼也啦，是吧，借你都要出声啊！我入侵系交咗俾其他嘅黑客同埋数码暴龙嚟做嘅，佢自己乜都冇搞过。OK， 阿龙斯睇上眼喎、啊，呢个水面，阿龙斯上水面喎、啊，真系。一千几百万，我冇咁多港币、哦，一千几百港币我都冇，破坏个水族馆啊！我哋嗰、那个女嘅想战斗，你吞后，油断するなよ。有近镜就好，喂，对面都有海龙兽喎，哇，发跌，哇，顶你啊，够咁多嘅，打只几多？哇，好彩只焗龙啱啱黑到佢啫，绝灭斩，劲啊呢个，美金我都想要，我都想系美金，全部资产全部系美金，英镑会好啲咯，更加好啊英镑。哇，俾佢黑到硬喎，家下。哇！打咗条海龙先，唔好讲笑。我觉得海龙劲啲，扣劲少，阴公猪。这下真的阴公猪了。海龙兽都好似扣唔到几多。魔法性攻击，海龙系魔法嘅咩 ？INT 嘅咩？搞下搞都 OK。
三角突擊撞過去先。哇，好型啊！哇，撞死咗啊！果然都是要我條三角龍，幾威猛你睇下我條三角龍，超勁，超大個炮，哇都扣八一喎 ，OK 喎。唉，阿龙师你就唔得啦，咁渣嘅啲数码兽。呢啲属性真系比较好，一嘢撞埋嚟，咁就是。喂 ，Miss， 唔系啩？我只超比都好大镬，我好彩佢打佢啫。啱啊啱啊，打佢，系啦 ，Hello 轩仔。みんなのおかげだよ。华路啦，收十一咧啦，已经十四咧，十一咧。想要住喺水族馆，咩话？特别系嗰个水族馆啊，喺都市嘅高楼里面就好似空中嘅深海咁啊！你对水族馆好有感情喎、啊，啱啦，我喺嗰度好有回忆噶。阿水面，怪不得佢叫水面啦、啊，原来同个名好有渊源嘅水族馆。哇，人生第一次约会、啊，讲到咁犀利，哇呢啲真系人生第一次约会嘅地点啊，真系不得了。我谂冇人，即系我谂按道理应该系记一世系嘛？呢个系时代嘅潮流。冇晒酒咁大镬，算啦，饮水啦。我想过去水族馆保留下嚟，都想联名发起联名行动。呢、這个意见应该就传唔到啦。现实生活总系唔会实现我嘅梦想嘅。请你检举我，随便你点样做。喂，要依家真系肉锤砧板上喎，阿龙师，睇下佢会点样处理呢个水面先。啲水好鬼多，煲热啲水咪唔冻咯。哇，独生女父亲死咗，哦，可能我觉得水族馆佢会谂起佢父亲啊。唔系噶，如果你饮烧酒嘅话，或者饮啲超过咗廿几卅日，超过咗卅度嘅，就会觉得热噶啦，几冻你都会觉得热噶啦。听日就释放吓？好紧张哦！释放犯人比我谂得更加快。要去水族馆，你哋等下喺呢度。但你散咗啲酒气都一样系会冇咁暖嘅啫喎，仲冻咗喎会。搵到犯人留下呢个客人嘅土产啊，系乜嘢咧？冇谂到真系有。喺艾利卡面前唔方便讲咁奇怪，吓塑胶炸弹咁恐怖。炸弹点解系嗰种嘢啊？
但相对地呢，可能某处发生的爆炸。某处咩意思啊？其实贝尔是女嚟嘅。拆咗100万，你喺边度查？回忆唔可以用上保存，得刻在心上，带进坟墓。讲咩好听嘅说话？喺呢度，水族馆就系我永远嘅屋企，永远嘅坟场啊！虽然呢有啲地方未完成，但系呢咁样获得咗只系属于我嘅水族馆，只系按下呢个引爆装置，呢座水族馆就会成为世界嘅唯一。属于我的水族馆啊！已经启动删除程式，此空间所有档案将被删除。请立刻登出，重复一次 ，bit 立刻登出。已启动删除程式，此虚拟空间所有档案将被删除。阿龙斯生嘢，喂，龙斯会唔会同佢成为伴侣咧？识咗咯，消失点解要咁？阿龙斯识咗佢咯，因为我嘅水族馆只属于我嘅水族馆，唔系咁有钱人嘅嘢，你永远谂唔明噶嘛？明嘅话，嗰啲就唔系有钱人啦。我哋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设置了这个删除虚拟空间所有的程式资料。